身为台湾特色小镇的彰化县鹿港镇与云林县北港镇首次跨县市串联，举办双港古镇风华文化交流歌唱大赛，广邀全国朋友秀出你的歌唱亮点，欢迎大家来双港体验丰富的历史资产、商圈美食与文化，把奖金及双港人文特色的伴手礼带回家。5月14号出赛在鹿港，那鹿港也一样，我们会把北港的那个特色的产品带到鹿港去。希望是说两边能够接合。歌唱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巷弄间呢，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，把你的歌声也在这一边能够把它抒发出来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唱歌。双港古镇风华文化交流歌唱大赛初赛在5月14号在鹿港庙口商圈举办，决赛在5月21号在北港形象商圈举办。除了以歌会友，更要深度体验云林以及北港的特色，欢迎大家来云林县以及北港镇探索品尝美食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侯佩瑜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